加油，你拢爱无做，你手拢无力。啊，那时候有很生气哦，跟他转耳朵，把他转。啊，然后我很忏悔，一边跟他洗澡一边哭，我才哭。怎么了？他身边又不是他自己愿意的。人生确实真是苦，都是由急而来。因为吃了真多苦，受不了了，真的是受不了，应该都要来灭。所以为着灭，哎，大家人要好好修行咯。所以哎，用心修行易道，这叫做苦集灭道。无穿指甲，我真正袂晓行路呢，无力通行路，啊，所以我就爱靠指甲。我从来哦，拢无想讲，我脚无方便，啊嘛是带伊，阮师兄呢，到处去做主祭事啦，包括皇室安尼吼去做，容易体会着讲，伊安尼嘛出来咧做啊。因为老公生重病了，师姐还带着她的丈夫来关怀我们。师兄也生病了，谢谢你拖着生病的身体来看我们，在这个最困难的时期，能得到关怀与帮助。了解，用心，一条道，一个方向，就是为着要解脱轮回苦啊。生死由不得的苦啊，何况老病死呢？这就是人生的苦法。断掉了。实际，派这么多志工过来哈，啊，帮忙他让这个杨小妹能够有一个良好的读书环境。咱人生的动作啦，就是亲像咱伫咧说话，不只是说话，日常生活、待人接物、思念法啦，不惜履行爱意动事。咱每一个人呐，在生活中，咱那是常常培养着爱心呐，拢是伫咧布施。做事做十多年啦，嘿，真爱来，做着真欢喜啦。履行，各项代志呢，咱着爱心想，安怎样利益人，唔通去伤害人。咱时时用爱意彼此之间呐，唔通盘弄是非。咱爱阁利用同事投入人群呐，好好呢，甲人呐，迄个方向带上了正确的方向。我们要把握当下一些对的事情、善的事情，我们尽量来去做。啊，《法华经》呢，就是佛的全心舍利，咱要供养佛的全心舍利，唯有咱身体力行，学佛道法啦，安尼一路学过来，这呢叫做行的供养，这叫做信戒，这。就是念佛的见。